哎，这位同学，你怎么一套军训呢？肚子疼。来，你过来，举手。给我一个不去军训的理由。好了，我紫外线过敏。不是你紫外线过敏，就是你不去军训的理由了。上去。不是你这，对吗？你这个？对呀、啊，咱教官教的。我能不知道对呀、啊？我考考你，小侯说，起步走，好立正，小侯说，这儿凉快，你以后就在这儿训啊，我单独训你，听着没？好的，老师。老师，我能不能歇会儿啊？我有点抓迷糊了。行，那歇会儿吧。你喝啥不？我去买水。我想喝奶茶，行吗？行，那你乖乖在这站军姿等我啊，别乱跑。好的，老师。你干啥去了？不是在这等我吗？啊，还拿风扇，这么怕热？不是老师，我怕你热，给你拿的。哎，你俩是什么情况啊？老师，他打扰我军训啊。来学班军训的，这位同学今天没课呀？你俩，我俩一起室的呀。不是什么什么一，别乱说。不是我没听说今年军训你大三的你带上了。你是学长不是老师？他是鸡毛老师，我也没说是老师，你说的呀一直都。哎，董爷还在我这呢。手机给我。啊，是哎。是找不着了呢？你不能给我手机整没了吧？哎，不能，刚才还在兜呢，我记得刚才。别闹！哎，你这样吧，拿我手机给你打电话。密码？密码007423。哎，应该丢不了。哎，不是这。你逗我玩呢？我刚才没摸着，没逗你。这样不就用电话号码了吗？让你睡得早，你可别打扰我睡觉。啊，行，那我明早叫你吃早餐吧，拜拜。电话联系。哎，我都说了我不加，你不觉得可冒昧了吗？哪儿冒昧了？加上哎，哥们儿，人说不跟你加微信了，我给你要了。王某某，他老缠着我要微信。啊，行，站在那儿。我男朋友来接我了，别跟着我了，行吗？男朋友。我就是男朋友，对，咋了？你俩这像吗？就好点有距离了，我们俩不暧昧。小情侣吵架冷战了咋了？对呀、啊、吵架了。又小情侣吵架咋证明啊？不是我也要跟你证明啊。这回想了吧？你刚才亲我了。真的肚子急了还是咬人的？那你不是咬人亲的呀？别说了。我请你吃顿饭吧，这大麻烦了。啊，行，走吧。不是你一直在这瞅什么呢？看未来女朋友长什么样啊？啊，那未来女朋友长什么样啊？还一直欠，你也占我便宜呢你。那你上回欠我的手的时候呢？哎，我就欠咋的？你在这数啥呢？身体都是在线嘴呢。啊，哪儿啊？哪儿吗？啊，你羡慕吗？你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我可没羡慕，这有啥意思啊？妈，你不想啊？你不想？啊？基于你最近种种的过分行为，罚你以后每天陪我一下课。行啊，随叫随到啊。当然。哎，那啥，我就送你到这儿吧，然后我也上不去了。拜拜了，学长。拜拜，明天见。